咧，黃空衝好勁啊！就係順天應時開邊咧，咁啊追落去唔係好勁，就江河神獸啊，上翻啲開邊就係咁樣啦，城東之神嚟嘅。反而咧，我神之驅衝落去唔勁喎，最後百零米路程啊，贏緊場賽事順天應時26蚊尾嘅個鐘啲時間，順天應時贏嘅跑第二名，城東之神就三名江河神獸跑嚟先，然之後先見到江啊咁樣愛神之驅跑。